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望中婚》，表演者高峰、郭德纲。各位好，各位好。哦，听见喽，听见喽，大家多。哦，想死你喽，你是谁哟？这想完再说啊。热情的观众，哎，大家对您特别熟悉，是为什么您上来报以热烈的掌声？为什么呢？观众朋友很久没见到您了，捧我这是啊！但是您各位也得啊理解，郭老师前一段在拍电视剧，哦啊，终于啊现在出来了。你等会儿，哪儿把我放出来的？这么从剧组出来了，那边忙完了，给大家说相声，是是是，这叫兑现您的承诺，哎，对不对？应该的。郭老师相声说得好，不敢当。在2006年的时候啊，那火遍大江南北，您捧，一直维持到现在，维持啊，啊不是，那个到现在啊都非常火，哎，很不简单，谢谢吧。你看这个演员啊，就是这样，观众捧，演员才有今天，是是不是？郭老师现在实话实说啊，您别嫌我庸俗啊。实话实说，你很媚俗。什么叫媚俗？郭老师现在指着说相声，可以说站着房躺着地，家里有车又有房，条件比较好。但是条件好也分跟谁比。哦，您这个条件跟我一比，您完了。郭老师，您就再见了。瞧，对不住啊啊！我可不是诚心的啊。是是是，比您有俩钱。谁呀？我。这您比我强，比您条件好。你瞧这青出于绿胜于蓝吗？这是，这人不会说话啊！知道我这钱打哪儿来的吗？那您给说说吧。跟您不一样啊，您是一嘴一嘴说挣来的钱，不错。我这钱不是好来的。哎呦喂，嗯，小点声吧。怎么了？您这人逮起来，逮起来干什么？嗯，不是像您那么努力挣来的。哦，我中的彩票。呵，这也合理合法吧？好造化！哎，买彩票。嗯，那天我走到彩票局门口，我说：“掌柜的啊，来一注。”您这个说的太老点了啊，掌柜的。彩票局掌柜的，掌柜的。哦，一打听2块钱一注，我说弄2块钱的。咱先来来，给我来一张。我一看这号码，我乐了。怎么了？1234567。哎，真好记，这是啊，这勒死也中不了啊。没当回事，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嗯，玩嘛，往兜里这么一塞，我就回家了。好，转天公布中奖号码。哦，我走到报刊亭门口，我这么一看呢，那写着呢，多少？今日开奖，头等奖1234567。我。这天底还有这么巧的事儿？哎，我中头奖了。呵，头等奖值多少钱吗？不知道啊。500万泰铢。嗯，泰铢干什么呀？人民币500万。我的天哪，能取去吗？那太可以了，我有点激动。你瞧瞧，我替你美着吧。哎，奔那个哪儿，那个彩票局。彩票局。嗯，到那儿去取钱去。嗯，到那儿之后不用挂号，感情不用挂号。大夫没在吧？大夫干什么？什么叫挂号？就是不用排队啊，有一小窗口，嗯，小窗口里坐着一女的，嗯，挺漂亮，20多岁，烫着头，嗯，化妆化的挺好的。你确认这是彩票局啊？人家屋里点着粉灯了吗？点粉灯了。服务人员得打扮的漂亮一点。嗯，我一看那什么同志，我头奖，嗯，我来什么来了？我兑奖来了。哎，给彩票。这位接过来一看。1234567，好记。拿报纸一对，1234567。嗯，您中头奖了，不错，恭喜您。等着我给你拿奖去啊。到后边了，哎，搬出4个大箱子来，从那小窗口给我推出来了。哎呀呀，这是您的奖金，呵，400万元整。我说您先等一会儿吧，幸亏我给你这是复印件。好鸡贼了。400万。嗯，人说的500万。就是他告诉我把我气了。哦，得扣您100万。为什么？那100万是税钱，多不讲理。怎么呢？我都不认识他，他找我要税钱。哎，高台上，高台上，高台上。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有？嗯，是不是不像话？您说的很庸俗啊。他找我要税。哎，人说是上税的税啊，上的那个税。哎，咱甭管什么税。嗯，拿着400万我就回家了。嗯，到家里打开箱子，我要数一数。哦，打盖一看，把我气了。为什么呢？都5毛一张的。
我说给四个箱子的，数一数吧。哎，你得把狗招来，50块。哎呀，700块，您这玩意儿数到死，数到382天时候我不数了。为什么呀？都数完我退休了。这是，我还是先花吧。来吧，改善生活，不错，有钱了。什么好吃吃什么，嗯，没穿过什么穿什么，来吧。先买点好吃的。您说说，我来一个呀，我来一个呀，酸奶，酸奶。高老师，您这辈子冤了。怎么了？酸奶都没喝过。没说完呢。哦，不是光酸奶啊、哦，上超市买那2桶大酸奶，回家搁锅里煮开了，呀，下点挂面，你看吧。哎，买1桶可乐，嗯嗯，搁锅煮开了，嗯，搁俩鸡子儿，你不放点香菜啊？搁紫菜了倒是啊，吃嘛玩啊，摊一煎饼，卷一西兰花，那不不愣愣多难嚼啊！喜欢你管着吗？还罢了，嗯，喜欢，算你狠，对不对？馒头就羊辣，嘿嘿，大饼加牙膏，罢了，嗯，吃呗，有钱呗，啊，吃做好了，哎呀，找一大盆，把这些东西都倒里边。嗯，端进盆里，搁鼻子尖味儿，我这么一闻，嗯，真香，都给它倒了。哎，怎么倒了呀？还不是味儿，多新鲜呢！一扒拉蒜瓣籽儿，这没花了多少钱呢？啊，还得花钱买衣服，买好看的衣服。什么叫好看的衣服？6月3伏的天儿，来貂皮大衣，我把它穿上。哎呀，你这是武汉呢？你这武汉没去过。武汉都没去过，这辈子冤了。什么叫武汉呢？您穿的太热了。热没关系啊，嗯，下边凉快啊，底下光着。嚯、哦，哎，貂皮大衣底下光着，这感觉爽极了。这别说，这真的太丢人了。您这那你见谁穿貂皮底下光眼呢？这个光着，这是、哎、我看见卖礼帽的不错啊、嗯，一打听780一顶，嗯，不便宜，太便宜，便宜啊，780一顶，来17顶。确实的，您这带着什么时候去？不是，都把它带上一块来、啊。远远一看，我这人跟烟土成精一样，没挨鸟枪就便宜你。行了，走道都不平衡，嗯，上下能对折，不错，嗯，反正就是有钱了，太好了。这也花不了多少钱呢，嗯，有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旅游，出去玩去。对，嗯，去一去我没有去过的大城市。太好了，哈尔滨怎么样？哈尔滨就大城市，哈尔滨可以，嗯，来趟哈尔滨值得一玩，坐着飞机去，嘿，到了哈尔滨那个机场，从那个飞机上边啊，从那个天上啊，那飞机下来了。你等会儿吧，您等会儿吧，您坐的这是王八呀、那天你没时间啊，你有功夫，不是你坐过飞机吗？我坐过飞机。你坐飞机坐里头坐外头？我坐飞机，你坐里头坐外头？尽量坐里头。我也坐里头啊，我坐里头，我知道外边一飞的什么样，对不对？那你也把小时候相片拿着。哪儿从天上？我这是相片啊。哦，啊，坠毁了，着陆了，着呀，着陆了，着陆了。一到那儿，我得先找个立锥之地。嗯，得有地儿住啊，住店吧。出了机场，跟人扫定扫定，当地最豪华的酒店是哪儿？好、哦，我说这小伙子过来，问你点事儿，咱们哈尔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是哪儿？问问吧。不知道。为什么？我天津人，跑那儿认老乡去了。嗯、老乡在老乡背后给一枪，哎，两眼泪汪汪，怎么回事？你这，嗯，走，他给我提醒了，嗯，得找当地人来问。不错，我看这大姐像当地的，问问吧。一打听，他告诉我了，哈尔滨当地最有名的大饭店，嗯，哈尔滨大饭馆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叫什么？你听这像有钱的地儿吗？这你不懂啊，逆向思维。嗯，打一车去，嗯，马路对面我这么一看呢，装潢还真气派，是20多层，门口大字这么大一个啊，金匾大字，嗯，哈尔滨大饭馆。哎呀，就愣没排开这一行，看见了吗？字儿太大了，太大啊！好，嗯，这馆旁边嗯挂着5个大猩猩。哎，这不理解，什么意思？这是5星级嘛？你看，5星级大饭店，您是高人。进门打听打听，嗯，标间一个晚上就一天，是多少钱吗？您说2180，不便宜啊，太便宜了啊！2180，来10间，你等会儿，你带多少人去的？就我自己，
一个人开十间，倒着睡，啊，倒着睡，我买一小闹钟，嘿，一屋里睡十分钟，那还怎么睡呀、啊哎？闹钟上好了弦，对好了表，进一号房间，闹钟往床头柜上那么一放，脱鞋脱袜子脱衣裳钻被窝，刚钻进去，闹钟当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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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响了，好点的闹钟，哎，这声音大，嗯，我耳朵不是背吗？嗯，穿鞋穿袜子穿衣裳，拿着闹钟奔二号房间，到二号房间上好弦对好表，床头柜一搁，脱鞋脱袜子脱衣裳钻被窝，刚钻进去，当啷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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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啷闹表响了，穿鞋穿袜子穿衣裳拿闹表奔三号房间，嗯。折腾这一宿怎么样？转天早晨起来，我在楼道里躺着来了。这十间房算白开了，怎么一点不解乏呢？是啊，你就叨上这当啷啷啷啷啷了。别看不解乏，嗯，不困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咱有钱啊、哦，那有钱就不困。是是是，心情好啊，出门溜达溜达，嗯，溜溜弯，走着走着可了不得了。怎么呢？发现一个人，在马路边那儿。正在那儿蹲着呢，干嘛的？要饭去了。哦，太惨了，身上浮肿，那头发哎呀乱七八糟，脸上净滋泥。哎呦呦！最让我心里难过的，怎么连腿都没有？哎呦，真残疾朋友。是是是，我过去，我这人心最善呢。是，有钱我得帮助帮助他。嗯，掏出500块钱来，先生，500块钱，哎，无多有少啊。买点吃的。嗯，你呀、啊，我看你这样，我心里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见不得这个。嗯，以后要有什么困难呢，你就到那哈尔滨大饭馆到那找我。哎、啊，我在那住，我住这个301到3010，和我们这个时间都是他的。你就上那找我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走了啊。好好，回见。嗯，回。怎么了？我一看这人眼熟，认识。德刚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你。哎哎，行行行啊！您说这个不像人话了，怎么不像人话？您说那没腿啊？这不是，那是一口井，你在井里边待着呢。我一琢磨，你这脑子太聪明了。哎呀，太好了啊！我是为了省了买裤子啊，不装的可怜一点，能多要了钱呢。哦，我说这头发怎么回？这是一头套。哎，头套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混成这么惨呢？嗯，没关系，看见我了吗？看见我，你就看见那窝头剃了。哎呀，啊、是粗粮的啊！跟着我，保证有你好日子过。您受累吧。谁让你原来对我不错的？你看，跟我走。嗯，你还有架子是怎么着？拽你走，跟我走啊！哎，走啊！不是卡住了，你卡住了。口上，嗯，你没事，长得这么胖，你把那藏秘排油拿出来，你喝一点。那个已经销售一空了，啊、销售一空了。听说是下架的，闭嘴！哦，不让说你、嗯，赶紧一蹬一收腹，哎，你轻点，砰！哎呦呵，出来了，出来回头一看他，我也乐了，怎么呢？带着一呼啦圈就出来了，井口下来了吗？哎呀，赶紧一使用缩骨法，井口掉下来啊，什么都会。对你刚才不能用，刚才一用你掉井里去了，哎，想的真周到，井口掉下来，嗯，带着你回我的哈尔滨大饭馆啊、哦，五星级十间房随便住，全是咱俩的，我吃什么？给你吃什么？你看看我穿什么，让他穿什么？交朋友吗？先让他上商店，买一貂绒大衣给他穿上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嗯，高老师，这6月3伏这受不了。是我捂着，不能让你凉快了。人家这玩意儿讲理，你看了吗？同样的待遇，嗯，嘿嘿，你说我，嗯，各位您评评理，我对他怎么样？那不错，真是不错呀，不错不错。可是这郭德纲，对不起人，哎。天地良心，我怎么了？天地良心呢、啊？那天早晨起来7点多钟，嗯，我看你正睡着着的，是啊，都没叫你，嗯，我想出门溜达溜达，给你烧早点回来吧。你瞧瞧，到9点我回来的时候，再一看郭老师怎么样，踪迹皆无。我怎么了？不光人没了啊，连这屋里头值钱的东西，大包小裹全给我弄走了。什么叫大包小裹啊？我这屋里头四壁皆空啊。呵，你瞧瞧、啊，认什么都没有了。啊、好家伙，小裹大包的。都没了，都弄走了，嗯，钱也没了，没钱了，这大饭馆是住不了的，就是给我轰出来了，那我得活着呀，啊，我有主意，把这貂皮大衣脱下来进典当行。您可是光着进去的，您底下没裤子，刚说了，没裤子有裤衩啊，哦，貂皮裤衩进典当行，到那儿我换一件皮袄，皮袄一换呢，一算剩下来这些钱不够花的。要不要了啊？改棉袄
哎呀，还多兑点钱。你看看，棉袄穿在身上，心里头拔凉拔凉的。为什么呢？说是棉袄啊，嗯，棉花可不多啊，就二两，就二两，袖口这绷着。哎，你就不如都撕了，还落一单衣呢。哎呀，穿着这个天可越来越冷啊。嗯，拿着点钱它不够花的呀。那是。没两天又没钱了，越来越冷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走投无路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哦，那就是死。这也是个好主意。我恨人不死啊，是怎么着？你死了我给你出殡去。我要自杀了。好，我要自杀了。哎，高老师，别哎啊，哎，别死，好死不如赖死。不行，我非得死。你别死，我必须要死。你别死，哪孙子劝我？那你死了去吧。您这人越来越没劲。我怎么没劲？你怎么不劝我？废话，你那直骂贤妻。你劝不劝我，我也得死啊！真得死去，真死，死吧！怎么死？说。我有主意。你说。走着走着，我发现马路边有这么一口井，跳井死。这井还真不小。嗯，好，井大到什么程度？我跟你说，嗯、咱俩并排下去，谁不挨谁啊？我这专门研究的自杀井。对哈、啊，这井真不小。嗯，我一看这井旁边还有一间小屋。啊、嗯，小屋里边有灯亮。接着窗户往里这么一看，里边有俩人，干嘛呢？一人正睡觉，一人坐那刮胡子呢。哦，刮胡子。一看这井，一看这小屋，一跺脚，嗯，我要跳井了！哎，我要跳井了！哎，别喊，怎么了？要死就死，你叫唤什么呀？不行啊，这是人家的井啊，我得把人叫起来问问，让跳不让跳。我都没听说过，明人不做暗事。嘿，让我跳我得跳，不让跳咱不跳。哦，喊了半天，出来一位，嗯，刮胡子那出来了，嗯，出来一说话，我一听也不是当地人，哦，听出来外地口音，嗯，谁要跳井啊？我说我要跳井，嗯，你别跳井了，我说我这日子混穷了，嗯，没钱吃饭，非得跳井，你不是没钱吗？你也别跳井啊，俺这个村子里老老少少指这口井吃饭呢。嚯！你要是没钱了，你看我这有15块钱给你，行不？好人呐。15？嗯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嗯，差不多。嗯，15不行，不行，我这还有5块多给你，行不？凑20呢，这才20块钱，不行。嗯，实话告诉你，没有2万块钱不行。你要疯啊你啊！你这是抢来的，就是抢、嗯，就不行。我们俩吵吵着呢，嗯，屋里还一位呢，就是他醒了，睡觉这位从门里出来了，谁要跳井啊？比那个横了。我说我要跳井，我操！哦，就是你要跳井啊？嗯，跳呗。我说我要跳井，再找我一遍。对呀、啊，跳呗。嗯，俺今年活了50包了，好、哦，还没见过跳井的嘞，来跳吧，来吧，参观参观。你跳，我把你推进去。我说我，别。这可你逼我啊、嗯、你逼我，我可你个负责任。嗯，行了，说跳就跳，跳，往后倒退了10几步，住好，就及时往前跑，跑了井边去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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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跳下去了，我给他跪下，跪下了，不跪不行了啊！我说那什么，我大爷，我哎呦，怎么叫他大爷了？50多岁，不打算跳井，实在是没钱了。看你这个模样，就不想跳井的，你还不像好人呢。跳井还把人叫起来商量事儿，嗯，没井摔过，摔吧，怎么回事情？没钱了，没钱好办了，嗯，没吃饭了吧，嗯，呀，小上屋里头，把那俩凉窝头拿出来，拿出半锅粥来，我一看行，嗯，那小孩上屋里头拿了半砂锅的粥，拿俩凉窝头都交给我了，我一看挺好说话，就是，我说这玩意儿太凉，我得热一热呀，哎，行。给他拿回药火去，火柴又给我拿了一盒火柴。嗯，我一看行，我说您有那个皮大衣，您给我来一个30件50件的。你还是抢去了，玩去。哎，他不给，多新鲜呢，给我轰出来。嗯，到前面有个小破庙，到小破庙里头收点烂柴火，拿火柴拜火点着了，窝头掰碎了扔在粥锅里边，粥、嗯、锅往火上这么一坐，嘿，一会儿的功夫热气上来，嗯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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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嘛，连窝头带剩粥喝下去了。您这嗓子眼够宽敞的、嗯、喝完了当时就不饿了，多新鲜呐、啊、灰往锅里这么一放，嗯，抱着砂锅往供桌上一躺。哦，这抱着砂锅什么意思？暖和呀。啊，往那这么一休息，嗯，正在我3睡不睡这个。哎，您等会儿，4睡不睡，
我又漏税了。那是，刚给他税钱了。没听说过，那茬过去了啊。过去了是吧？嗯，正在我午睡不睡这个时候。没听说过您这，哎，怎么了？又多了，拿这税补那税啊，不像人话啊！似税不税，反正要睡着没睡着这节骨眼，听见这个庙门开了，来人了。啊这谁闹胃口了？闹胃口！您听，这是开门的。年久失修哦，门一开，我一看，外边进来了20多位，嗯，一个一个的1米80大高个儿，身材魁梧，五官俊秀。好家伙，进门之后喊着进来的，嗯，就在这儿呢。我眼瞅他进来的，坏了，跑不了，嗯，坏了，准拿我当贼了。就说是的，不定哪个贼偷他们家东西，完事跑到这儿来了，嗯，这不让我赶上了吗？哎呀，我招谁惹谁了？对呀。这我害怕着呢，嗯，头一个这个拿一大手电照着我脑袋就过来了，啪嚓一下子，16节电池的，哎呀，好家伙，比这灯都亮，哎，扛铁锹来的这是，对着我脸了，起来，嗯，起来，我不敢起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好像我知道他找谁啊，嗯，万一找贼把我逮着怎么办？呵，起来，顾老爷，可找着您了，叫什么？顾老爷。姑老爷就是姑娘，姑娘她媳妇儿的爱人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等会儿吧，你等会儿。我太这不对了，这不对了。怎么了？怎么？姑娘的媳妇儿的爱人？姑娘是媳妇儿，她爱人是姑老爷。我的个天，这谁听得懂啊？我太激动了，我。哎呀，咱们还是用国语交谈吧啊！来海滨酒啊！来啊，海海海！我说你认错人了。哎，对，我怎么能是你们姑老爷呢？嗯，你们姑老爷有这么富态吗？你说这话不亏心的你。你化成魂我也认识你，跟我们走吧。嗯，认准了是我了。嗯，没问题了，我得问问他们家男的多女的多。为什么要问呢？男的多把我认出来打上轻不了。哦，女的多呢？那没关系，最多挠两下。嗯，一问一打听，就一寡妇老太太带一姑娘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嗯，跟着去，走，抱着砂锅上汽车。呵，你看这倒霉德行，万一轰出来，这好要饭吃啊！这还要呢。嗯，简短截说，到了门口了。嗯，我一看，欢迎队伍络绎不绝。下车之后，我有点害臊。嗯，拿这袖子挡着脸。哎，一边挡脸一边说客气话：“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哎、你看不要这样。”一甩袖子，坏了啊！二两棉花甩出去了。哎呀，顾老爷赔大发了，戴了夹袍了。就是。进院一看，俩老妈子搀着老太太，院里正遛弯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搀着这是老太太呢？多新鲜，你得分析。嗯，俩老妈子搀着当中那个，准是本家老太太。那就不许是老妈子。那再有钱也不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在院里溜达的。啊，仨人斜走道了，对不对？有道理，准是老太太。不错，我说妈呀，我回来了。嗯，宝贝儿怎么这么大脾气呀、啊？一说就跑了，二来又跑了啊！看这个身上怎么都馊了。哎。来人带着洗澡去，是是是，行，跟着底下人来到一间屋，嗯，这屋门框上挂着一小牌，写的是写着仨字洗澡屋。哎呀，趁这么些钱不会写字儿。嗯，推门进去脱衣裳。哎呀，衣裳全脱了，脱完衣裳找喷头，没有，没有喷头，还没装呢吧，那白脱了，没喷头。低头一看，那金角那儿啊、有一个白的，挺大个儿，圆的，这什么东西？挺大个儿，多大个儿圆的？都挺大呢，挺大。哎，里边白摊儿啊？何老师，这什么？这叫浴盆，是吗？啊，要洗澡呢？这跟里边洗，就这里。对啊，白摊儿的啊，鲫鱼汤吧？拿鲫鱼汤洗澡，你看有钱人，洗完了奶就下来了。不是鲫鱼汤，不能是鲫鱼汤，尝一尝。哎呀呀！牛奶，呵，牛奶浴哦，好家伙，这浴缸里是牛奶，有这样的，得着吧，来吧，得着吧，洗吧，啊，得着这缸吧，哎，得着缸里的奶，特得缸的奶真不错，你知道得缸里的奶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得着，得着吧，你喝吗？我不喝，我嫌它膈应，嗯。钻进去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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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喝了40分钟，嚯，水位有点下降。那是，您这是干洗、哎。你看我别喝了，哎，喝完不够洗的了。嗯，洗，那台上有那檀香皂，有、哦，一看6块，嗯，吃3块，洗3块。哎，你等会儿吧，这都听不明白是为什么呀？里外见光，呵，洗完澡一出来，打我嘴里直冒泡。哎，改了河螃蟹，真好。出门之后穿衣服，来到更衣室，嗯，穿。
背心裤衩，嗯，秋衣秋裤，毛衣毛裤，哎呀，绒衣绒裤，皮衣皮裤，呵，西服西裤，皮大衣，皮大衣外边来制服，哎，制服外边来一个皮斗篷，皮斗篷外边来军大衣，军大衣外边来羽绒服，羽绒服外边套一个小坎肩儿。您这憋着干嘛呢？这是你外行啊！这有两个用处。哦，这第一，第一个用处让人认出来，打身上不疼。这第二，万一让人轰出去，这都是钱呢。哦，这第三，没有。哦，你哪懂得这个？是，出门把我搭出去。哎，怎么搭出去了？门是出不去了。哎，穿太多了。见老太太，嗯，宝贝儿啊。人配衣裳，马配鞍，嗯，西湖景儿配洋片，老话，人不捯饬不好看，嗯，捯饬完了您再看，真好看，成他妈狗熊了啊！我就纳闷，最外面的小坎肩是怎么套进去的啊？多高科技呀！赶紧吃饭去吧，吃饭吧。跟着底下人来到一间屋，嗯，上面挂一小牌，写着几个字，写的是吃饭屋。我非给他砸了不可，我告诉你吧。推门进去，我这全是人家，我乐了。怎么了？西餐。西餐，西餐，哎呀，刀子叉子，左刀右叉，对吗？可以这么使，左刀右叉。你要说不对，我就说我是左撇子。哎呀，对吗？对对对对对，那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反正一眼一个，我可爱听你胡说八道了。吃什么？牛排。哦，吃牛排。牛排，吃得惯吗？吃过，吃过。牛排，好家伙，拿叉子叉一块，搁嘴里，拿刀一炫。哎呀。舌头削一片了，哎呀，别看削一片了，不疼。哦，遇上好人家了，心里都高兴。您这个舌苔太厚了，削的是舌头。哦，吓我一跳。我见老太太，我说那个妈，我吃饱喝足了。吃饱了，嗯，吃饱了。脾气怎么这么大呀？是啊，一说你就给我跑了，嗯，跑到外边你混好了也成啊。嗯，混回来混的乱七八糟又回来了。不就是趁着没让你跟小姐完婚吗？嗯，刚才我查了日历了。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天日子就挺好。哦，今儿就让你们结婚。呵呵，我高兴了，痛快了。我一听怎么结婚啊？啊，我得看看这个姑娘长得漂亮不漂亮。哦，这还有区别。姑娘要是长得漂亮，怎么样？后半辈儿我就在这儿忍了。姑娘要长得不漂亮，长得跟于谦的二姨似的。哎，我也在这儿忍了吧。这么说麻烦不麻烦呢？一点都不麻烦。哪找这好人家？是是是是是，姑娘打那门出来，往这门走，我这么一看，怎么样？太漂亮！是磨起灯，漂起亮，剪起头，烫起发，长那个模样，细眉大眼睛，鼓不梁小嘴，细腰大背，上面腰，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。那您瞅着了吧？结婚，嗯，有钱人家准备东西特别的快，错不了。喜房准备好了，嗯，给我这十字披红双插花，戴上礼帽，新娘穿好了衣服，这儿戴了一个盖头。拜天地入洞房，到洞房里边拿小棍儿这么一挑，新娘的这盖头，嗯，一看这个模样怎么样？太美了，是啊，太好看罢了啊！我坐在软缎的被窝上，伸手刚要搂她，可了得，怎么了？这软缎的被窝太滑呀！是啊，我有打被窝掉地去了，哎呦，这一掉地可坏了。脖子也拧了，脑袋也磕了，砂锅还摔了。哎，您等会儿吧。嗯，您不是洞房结婚的吗？哪儿啊？我在庙里的做梦呢。去你的吧！今天是特别奉献专场，没错，刚才是我师父，哎，跟高峰高老板二位说了一个梦中婚，多好啊，下去休息休息啊，啊，一会儿还上，对，这回给我们小哥俩先换上来，轮到我们演出了，给大伙儿说一个，嗯，大伙儿可能对我们不太熟悉，哦，不认识，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您可以说说，我叫李鹤彪，对。旁边这摊呢，哎，你先等一会儿吧，等会儿。什么叫这摊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怎么说话？灯晃的，灯一晃啊，我这紧张，不像人话，口误啊，说错了。您重新说，给您更正一下。嗯，旁边这掏啊，一掏也不对。这坨，
不是你会说人话吗？我这仨你挑一个吧。哪个也不行啊。应该怎么说呀？介绍人得说这边这位。旁边这位哎叫严鹤祥。这是我的名字。我们俩是同门师兄弟。亲师兄弟。一师之徒。对。虽说是一师之徒啊。啊。但是能耐有大小，水平有高低。啊，是吗？严鹤祥这能耐啊大了去。您这是夸我呀。当然了，嗯，跟别人你不敢比，嗯，在我们这年轻一番当中，人家算这份儿，啊，啊，哎，不，您等会儿，好能耐，哎，不，您等会儿，不是，这是最好的还是最次的呀？说的是我这痒，什么叫痒啊？你这嘎着我这痒，挠挠。您呀，也不用这么夸我，哎，就说你，啊，业务水平好，还得学习，哎。能捧啊，能逗是啊，能逆缝，哎呦，能唱板儿，反正都得会。相声四门功课，嗯，说学逗唱啊，人家都不会，那就别干了，都得会，都会，都好啊。我应该向你学习，咱们互相学习，真的啊，良心话，掏心窝子说话，是是是，跟您学习，嗯，向您请教有什么问题啊？有什么话您可以说呀。抽功夫啊啊，他就去您家里就拜访您去啊，这是应该的，咱们常走动。哎，话说到这儿啊，你们家住哪儿啊？说这么热闹不知道住哪儿。这么跟您说 啊，我们家还在那儿住。在什么地儿？德胜门外呀。哦，德胜门外。对对对。哦，你们家在那住了几万年了？那不是，咱别瞎斗。几千年，有那么长吗？没那么长，没那么长啊。那就几分钟。这位天上一脚，地下一脚，你几秒钟？行了，几毫秒？来，等，别说了。您这人啊，不会说话，你就想问我们家在德胜门外住了多长时间了？对对对，我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太差，主要是。这么告诉您 啊。具体的时间我记不上来了。哦，反正我们家呀，在那儿住了四辈儿。哦，住了四辈儿。对对对，甭问呢。啊，头一辈儿肯定是您呢，对不对？您这不开玩笑吗？捧您吗？住了四辈儿，头一辈儿怎么能是我呢？那头一辈儿是我爷爷。哦，这过飞机呢。那二一辈儿肯定是您。二一辈也不是我呀。那二一辈是我爸爸啊。什么毛病？那三一辈是就是我呀。哦，小舅子是你，老丈人是你。那咱俩就不是外人了。哎，这不咱都坐着亲了吗？那四一辈是啊，我跟前的儿子啊。机灵不傻呀。不是，话说的像，我跟你说啊，渴了一点啊，您叫水 啊，那没关系，我后台有水，给您倒一杯。备着呢吗？备着呢。你瞧，好了，您等会儿啊。那得嘞，我谢谢您。这个，咱后台有人没有啊？哎，韩鹤祥，哎，来一趟，来一趟。来了。好。哎哥，这也是我亲师兄弟。您说什么事儿？哎，咱们后台那水啊，你给我倒一杯。水有的是，干嘛？我来一朋友，人家要水。来一朋友啊？哪个谁呀、啊？谁？他呀，给他喝水啊。水倒是有啊，后台还能泡脚来着。不是，那怎么办、啊？下去烫脚。那等他们泡完了再给他喝了。不是，您这个不像人话啊。谁不说人话？这是我的朋友，这倒杯水，您怎么说这话呀、啊？你是真不开眼。怎么了？怎么拿他当朋友？这我好哥们儿啊。这是哥们儿啊，冤家。不是，怎么会是冤家呢？我跟你说啊啊，就刚才你跟着聊天，后台都乐趴下了，知道吗？我没听见、啊、我都心疼的了。这是个坏人呢，你跟他在一块儿，你请等着吃亏啊。我们聊会儿天，怎么我就吃亏了？打上来到这到现在、啊、有一句人话没有？人说挺好的呀。还说挺好的啊？问你们家跟哪儿住？对呀、啊，住了什么几千年、几万年了？这怎么了？怎么你忘了？千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。就说这脸色像，也不能这么问你。不是，那人家后来改了。对，改了。问你们家跟那儿住几分钟？什么几秒钟？啊，
这人有一分钟那么过的吗？那不耗子吃完耗子药才一分钟一搬家呢。不是，后来人说的就对了。后来我告诉他我们家住那四辈儿，就这话，这是骂人知道吗？说这怎么会是骂人呢？你怎么住了四辈了啊？对呀、啊。那么说这头一辈是我爷爷。哦，有一家。你傻呀？怎么了？你一说出来这个爷爷，哎，他那不就答应一个爷爷？哎，对不对？嗯。二一辈问你是我爸爸啊。你这一说出来这个爸爸啊，他哪他不就答应一个爸爸啊。到三一辈问你是谁呀、啊、就是我呀。小舅子是你？他说老丈人是他。一个老丈人一个小舅子，这是亲爷俩呀。那么说老丈人是小舅子的爸爸啊。四一辈问你是谁呀、啊、我跟前的儿子啊。你瞧这事闹的还真吃了亏了。我最讨厌这种拿伦理开玩笑的人。他占我便宜。他是个坏人呢。他是个坏人。对呀、啊、你也没饶了我呀。你比他还厉害呢。那怎么话说的呢？好心没好报吧。这您什么意思？我过来，我告诉你，他不三俗吗？啊，我带你呀、啊、今儿咱俩一块儿反三俗。那怎么反三俗啊？我给你出主意，咱俩过去、啊、一块儿你也问他去。然后呢？你也原封不动的问他，叫你也答应，你答应是往回捞本，我答应咱俩赚他一辈儿。哦，照分抓样，看咱俩这关系。你看这是亲师兄弟，除了我谁给你出这主意？我问他去啊。哎哎哎，嗯，李先生，哎，请您来。叫我呢？这个水呀、啊，在后边晾着呢。哦，您稍微等会儿。行行，咱们再聊会儿天。好啊，刚才净问我了，可没问您啊。您问张阁的，您现在住哪儿啊？我呀，啊，刚下飞机。哎，完了，人刚下飞机，啊、刚下飞机啊，这不行啊。嗯，问他在哪儿住，啊，得有准地儿。对呀、啊，您这刚下飞机不行啊，您得在哪儿住？说了个准地去，多新鲜！树上说，他说住树上，给你棍儿给帮你。对。怎么帮下来呀、啊？多新鲜！人又不是猴，能有住树上？那应该呢。我告诉你，有砖有瓦，它得是房子，啊，得住屋里边。对呀、啊，你住树上不行啊，你得住屋里边，还得住屋里，多新鲜！白云观，白云观、啊，嗯，哎，他住的白云观，住白云观。对对，你傻呀？又怎么了？他又没出家，他住什么白云观呢？我告诉你 啊，咱得给他定规矩。怎么规矩？你过去告诉他 啊，什么安官寺院宫一概不行、嗯、什么码头地铁火车站旅馆小店这都不行、啊、知道吗？你得问他啊，往根上问。怎么问他？哪生的哪养的哪种的哪捧的，他爸多的娶他妈，他妈什么时候嫁给他爸爸，生的时候头重怎么脚重怎么，医保完在哪，哪是老宅，问去。好，你给我写个条吧。这太多了，你太笨，你是咱师父徒弟吗？不是，那我问你，我给你提醒一点啊。哎，不行啊，什么叫住白云观？我告诉你啊，安贵寺院地铁火车站码头都不行，你得说你是哪儿生的哪儿养的哪儿种哪儿跑的，你爸爸在哪儿娶的我妈。哎哎，说错了，不是，我妈在哪儿嫁的你爸爸。哎，这也不对，你就一句话吧、啊、你住在哪儿？问，就问我住哪儿。住在哪儿？住西城。西城啊？对，西城区。哎，这回问准了。问哪？他住的西城。废话，西城片大了，问他住哪块儿啊？好、哦、就问清楚了。对呀、啊、哎，西城地儿大了，您住在哪儿啊？住西单呢。西单是吧？西单。哎，他说了啊，住哪？西城他住的西单。住西单啊？西单他能住大街上吗？好几趟大街呢，问哪趟大街呀、啊、哦，对对对，这西单您不能住的大街上，您住哪一大街呀、啊、新文化街。新文化街啊？对了，西单他住的新文化街。新文化街？对对对，没事儿，住马路上。几号啊？我就问明白，好几万人呢，问他住几号、啊、门牌号码。喂，您住的几号？9876号。这是遛驴来的是吗？过来吧，过来吧，过来吧，没事瞎溜达什么呀？活动活动腰腿儿啊！
几号来的？嗨，9876号。9876号，你再问他两回啊，未必说得上来，知道吗？9876号，我先问清楚了。行了 啊，有准地方了，准地儿了。问他跟那住几辈儿？问这个？问。哎，9876号，您住了几辈儿了？我住了六辈儿。他住了六辈儿了。住六辈儿了啊？不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他怎么能住六辈儿？你住刚四辈儿啊？问他为什么？哎，对呀、啊，我住四辈儿，您怎么住六辈儿啊？这个不明白吗，傻小子？我比你大两辈儿。你这我就明白了，傻小子，人家比我大两辈儿。谁傻小子？怎么了？谁傻？大两辈儿不行啊！你琢磨，大一辈儿他就是你的爸爸啊，这大两辈儿可就是你的爷爷。啊、告诉啊，六辈儿不行，也得四辈儿。不行啊？对，还不行啊？啊，我住四辈儿，你也得住四辈儿。就得住四辈儿，多新鲜！行，依你，那就四辈儿。说准了啊！哎，砸瓷实了、啊，他也住四辈儿。答应了啊，也是四辈儿啊。对对对，行了，打这起他就盯着吃亏吧。这找回来了，咱这可就超便宜了，超便宜了。我过去啊啊，跟你一块答应。行行行，问他啊，嗯，头一辈是谁？你琢磨，你问他头一辈是谁，他准说是那个爷爷。哎，咱俩不就超他一个爷爷？我再替你美的，我问了啊，哎。住四辈是吧、啊、对对对，这头一辈是姥姥。哎，多悬哎，得亏没占你占便宜了啊，抄回来了。抄什么回来了？姥姥。不对了啊，不对，你琢磨琢磨，刚才头一辈你说的是爷爷啊，他可没说这个爷爷。哎，人家说的是姥姥。姥姥也是大辈儿，大辈儿，你知道他姥爷是谁？谁呀、啊？卓别林。对，这能坐在一块儿，再是说了，他怎么说姥姥呢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你这不一样问。不是我说爷爷，你怎么说姥姥呀？我呀，打小是跟我姥姥一块长起来的，人家跟姥姥一块长起来的。哦，姥姥把他带大的啊。这孩子有孝心，我说他说话就姥姥呢。不是，那咱这头一辈儿这算糟践了，那怎么办啊？二辈上找不吧？这二辈上找，你琢磨、啊，你问他二辈，他准得说这个爸爸啊。他一说，咱们就抄这个爸爸啊。你都吃饱了吧？我帮你出主意呢嘛。二一辈啊，问去问去，头辈过去了啊。嗯，这二一辈是舅妈。哎。这回找过来了，你美什么？你美好，你倒不错，沾粒就走。找回什么来了？不是舅妈呀！你记住了，人家说的是舅妈啊，人家没说那个爸爸啊。你刚才说的可是爸爸？对呀、啊，真是他怎么说舅妈呢？问他，你怎么说舅妈呢？我打小是吃我舅妈奶长大的，人家吃舅妈奶长大的，吃舅妈奶长大的啊！你问他，他妈为什么没奶？不是。你妈为什么没奶啊？管着吗？不是，那这两辈儿没抄着啊！这话这就算糟践了，知道吗？我听您的，您后边再抄不上来，咱可就绝了根了。就是，太脑子太缺心。过来过来，我帮你报仇去。你告诉他，李和彪，嗯，没你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刚才上来还说同门师兄弟有这样的吗？怎么了？抄着便宜怎么那么美呢？你这欺负傻子这是？我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抄着便宜，你人家多会聊天，问头一辈人说的是爷爷啊，你可没说爷爷啊。二辈人说是爸爸，哎，你可没说爸爸哦。你我那边招着去吧。严老师啊，这小子太坏了，就是咱抄不回来了。嗯，您多会聊天，对呀、啊，他这人性跟您没法比。嗯，头一辈您说的是爷爷，哎，他可没说爷爷啊。二辈您说是爸爸，对，他可没说爸爸。哎，我够本，我全赔了。